两部怪手同步作业，就是要把高雄同安街35巷崩落的外墙做好清理。我们今天会把昨天这个崩落的这些结构物把它完成清理，对，那应该会在当晚的时候会全部把它清理完成。 应该住户大概那个时候就可以回到现场。疏散临近住户后，公务局就派人连夜进行压损汽车跟崩塌外墙的清理作业。由于气温骤降，慈济志工随即为工程人员送上面包跟热姜母茶。那我们有准备茶水、面包、姜母茶。 还有矿泉水，就开始弄起一个慈济的供应点心供应站。志工送暖，让工程抢修人员感到窝心。5层楼老旧戏院目前判定为危险建物，不能够再使用，也与屋主商讨后续处理。大爱新闻高雄综合报道。